亚信电子今年参加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的第24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工业自动化展，演示其最新的工业以太网技术解决方案。展览期间，获得现场观众的热烈回响。让我们一起回顾这些精彩时刻吧。在这次展览中，亚信电子展示其最新的 EtherCAT、 IO-Link、 TSN 等工业以太网技术参考设计方案，现场有亚信技术人员 为来宾详细解说这些参考设计方案，获得了客户的积极反馈，并与他们一起探讨了工业自动化领域的最新产品应用与技术交流。亚信电子在展场动态演示其最新的参考设计方案，包括自主研发的 IO-Link 主站与设备软件协议站 AX58400 EtherCAT 转 IO-Link 网关，以及 AX58X00 EtherCAT 从站马达控制等。同时也播放亚信最新的 TSN EtherCAT 与 IO-Link 技术整体解决方案介绍视频，演示如何将实时性的 OT 营运技术及非实时性的 IT 资讯技术融合于同一网络，从而创造一个高效率且灵活的智能工厂生产环境。 另外，也静态展示可适用于机器手臂应用的 AX58200 EtherCAT 从站马达驱动关节模块，可评估亚信 IO-Link 设备协议站的 AXMIOLS 评估版，以及最新的 AXM57104ATSN 千兆以太网卡，为企业提供实现智能工厂自动化的最佳解决方案。 以下是亚信最新工业以太网技术参考设计方案演示视频的简单介绍。这是亚信 IO-Link 主站与设备软件协议站解决方案的演示情境。这个方案演示集成亚信 IO-Link 设备软件协议站的 TOF 飞行时间测距传感器以及其他光电测距传感器与智能 LED 信号灯。 透过集成亚信 IO-Link 主站协议站的 AX58400 EtherCAT 转 IO-Link 网关，连接到 EtherCAT 网络的智能工厂应用情境。此方案可适用于各种 IO-Link 智能设备产品，包括传感器、执行器、集线器和阀导等。亚信 AX58X00系列 EtherCAT 从站为控制器，可适用于各种工业自动化产品应用，如马达运动控制、机器手臂、 数位 I/O 控制、传感器数据采集等。这是 AX58100 搭配意法半导体 STM32 微控制器 EtherCAT 从站马达运动控制解决方案的演示情境。利用此参考设计方案，客户可以轻松地将 AX58100 EtherCAT 从站功能集成到现有的 STM32 马达控制产品应用中。这是亚信最新 TSN EtherCAT 与 IO-Link 技术整体解决方案的演示情境。 此方案利用 AXM57104ATSN 802.1QBV 时间感知整形器功能，在 TSN 网络中为 AX58400 EtherCAT 转 IO-Link 网关分配了3个专用的网络频宽时间片，以确保 EtherCAT 工业通信的实时性与确定性，不受其他网络流量干扰。AXM57104ATSN 网卡支援符合 IEEE 标准的各种时间敏感网络进阶功能。 包括802.1ASREV、ASR02.0、1588V2、802.1QAV、802.3BR与802.1QBU、802.1QBV与802.1CB等。亚信技术团队会持续专注于最新的工业以太网芯片技术研发，为企业提供最优秀的智能工厂自动化解决方案。 期待您再次莅临亚信电子展位，与我们共同探索工业自动化与工业以太网技术的崭新未来。亚信电子将定期在官方社群平台上发布最新产品资讯和介绍视频，欢迎关注亚信官方频道，随时掌握最新产品动态。如需更多产品资讯，请联络亚信业务人员。谢谢观赏亚信精彩回顾视频。